第八题，原子量并非原子的实际质量，而是原子质量的比较数值。请问目前以下列何者当作原子量的比较标准？这是我们老师上课强调过、教过的。我们现在原子量的标准是以碳12、碳等于12当作标准做出来的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目前以下列何者当作原子量的比较标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以质量数12的碳原子。